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一些猥琐，节操问题，调职问题。那下方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为您带来的坦克和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姚姚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1390第一图是基金盘背景模式，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设定为哦耶走起呀呀啊，发生了什么啊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然后我估计他是想往前面走，现在是往前面走一下，发现目标，加急，哎，不要！停止移动。啊，秒修。目标锁定解除。还好跑了，不然出事了。哎呀，前面这个挡了一下，不然这发可能吃不到了。我觉得你别走这边了吧，你根本拱不过去。上了弹，看看，我觉得他走九线那边也不太可能，在中间倒是有可能。看到对面103，我之前看素材的时候，这个103在说没钱啦，只有3万银币了。那我估计他这把就修车费都没了，只有给二雷充金币换银币了。敌人完蛋了，不然是玩不下去了呀！哈哈哈。现在的话，我看1-1，我靠，我们下路居然打过去了，你敢信的？那前面看到一个250+1，那这个时候你打算怎么搞？啊，他决定啊，他要上他，马上就上好蛋了，上不上？啊，追着干！发现目标。别急，打得好，我们好漂亮了，上好弹要过来，上弹，哎呀，其实也不算快，刚才我稍微加了一下速。啊，他现在是打算来干这个59吗？呀，正面干，我靠，居然正面上他！打断了我们的履带，无法移动。虎皮还被击中，还出来。被击穿。虎皮，你觉得你回得去吗？允许射击，我们赶快走。啊，他真回得去啊！啊，被我奶死了！哎，我操！然后现在我们看走哪儿？啊，他是打算帮哪边？现在正好利用换弹的时间来思考一下。上好，现在到底打算去哪里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不打算去那边了，那边人太多，根本干不过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哦，我操！装了金币弹，这简直可以当 TD 用了。其实不上金币弹，火力也不低，只是因为他这个击穿率就更高了。
现在不要急，往前面走。哦，别急，发现目标，我们重创，跟他绕就好了，这他肯定是目标被击中，他绕不过来的，放心。哈哈，你个大牛逼！装甲被击穿。他上弹也不慢，我们赶紧出手。好的。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。哎呦，10-13，这个现在情况不好说呀，堪忧啊！我们这边只剩一个莱茵了，这怎么办？在那后面，不然那一发就中了。哎呀，莱茵一个人在那里好慌张啊！啊，莱茵被干了。啊，你看他非常的聪明，并不进圈，这样让对方难以判断他的位置。你一进圈，对方起码知道他刚刚经过圈子附近。别说要他这里拉的，哎呀，还不难。哎，快站满了，你快呀！哎，没出伤害。妈的，如果说他用的是 HE， 可能就能翻回了。好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联系到 QQ 箱是76785888@QQ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